番麦是后尾四大农产之一，尤其北溪社区更是后尾番麦重要产区。为此，北溪社区发展协会特别举办北溪番麦文化节，现场除了有烧烫烫的番麦通食，嘛透过活动将北溪社区的活力和番麦特色来推广出去。这边的民众在吃番麦，那边的民众也在吃番麦，常常一看会发现现场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，大家都拿着番麦在吃。这是好不定北溪社区为着番麦文化节，让民众免费试吃的番麦，大家都吃得很欢喜。在世在路，很好，我们北溪是在世在路的，很好吃吗？赞，我来弄过，弄过，哎，弄安怎？拢了吃成功啊！你好好吃无？有啊，足甜的。吃得足甜的。这是阮北溪区的产品啊。番麦是好麦四大农产之一，尤其是北溪社区更加是好麦番麦的重要产区。为此，北溪社区发展协会特别举办北溪番麦文化节，现场准备烧烫烫的番麦，要让民众亲自感受到北溪番麦好滋味。今天啊，今天我们带了2000多斤玉米要给居民试吃，然后再慢慢去推广我们这个社区的产业。北溪社区长期以来拢真用心在推广社区营造，并且将家族艺术和环保产业结合起来，期待透过文化节办理，会当将北溪社区家族和环保特色来推广出去。我们今天在举办的是我们北溪社区那个贩卖文化基金，已经迈入第8年了。然后在社区里面，我们一直在推动社区的产业方面这些区块，怎么样把那个产业推动到那个农，在农村的社会怎么去把它推广，然后再有的那个社会福，再怎样去发展成社会的福利化，然后再慢慢演变，让社区居民有稳定的收入之后，然后才慢慢的转变成有福利的方式做法。期待在政府和社区的用心推广之下，会当将北溪社区的文化艺术和好食的番麦介绍给来云林佚佗的民众，做伙来为在地观光产业尽一份心力。记者陈佩莹采访报道。